大家好，我是雪碧，我现在已经在我姐姐这里了。然后呢，现在他们带我，姐夫带我去海边吃海鲜的，好久了没有吃，走吧，出发喽！海边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海啊、哦！你们看这一条路都是卖海鲜的啊、哦、啊，这是饭店的吗？哇，因为夏天了，人来旅游很多的。走喽，继续看一下。这是我姐夫，这宝妈妈姐姐没有去，姐姐她今天就是吃素的，所以呢她不能吃海鲜，她不吃海鲜，她一个月她吃素三天的，大家看看，哇，别人来海都是玩海看海的，我来。吃海鲜的，先来去点海鲜。每次我回家，他们呢回姑姑吧，他们都是上来，然后叫我去海边玩，我都不去。这次回来呀，比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就去了嘛。你看看，在这里他们是专门卖海鲜的，所以价格还是我也不知道什么价格的哦，挺大的。你们看，这是说大。哇，各种螺丝，可惜我今天不能吃螺丝的，吃螃蟹了。这个我喜欢吃，这个烤的我喜欢吃。已经点好了，我说我只吃一只螃蟹嘛，他就点了两只，那还就两个人吃而已。还有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从底下讲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还有虾。反正我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嘛，这些都有，在河内也有嘛，经常吃，所以我就不点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这是啥嘞。卖虾里面的厨房，这边是烤的生蚝吗？烤的生蚝，烤的虾，哇，都是煮过的才烤哦。好饿呀！现在就是旅游最佳的时间了，大家要安排时间来越南旅游哦。海很多的，而且海水是很蓝的、哦。他们一家大小都一起来这里玩的，这里拍照很好看哦，但是没人给我拍。来，马龙。奶奶听到，你别扯到，被晒黑的现在比我还黑，他之前很白的哦，哇，好凉快哦，走走，去下面逛一逛，走吧。
一会儿那么几分钟，有吃的喽，有吃的喽，上上，现在有这个，哎，好了，我拿落地机去，拿落吧。我给给你讲完讲的。这个虾就是特级的鹅，特级的 BB 虾是皮虾嘛，是吧？还没有上来玩，先吃了哦。哇！爸爸，好久好久没有吃这个。哇！你们看这个，好大呀，里面有大龙的子哦。螃蟹啊，大不大？ Oh no！ 好大哟、哦！这里高又高啊！这里是一公斤哦，一公斤就有十个、啊。我喜欢吃真的烤的，真的好香。好，结账了，已经吃完了啊，吃完了。好，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公婆也来了，然后姐姐姐夫也带他们来这里吃海鲜，然后看就是这里这个地方。夏天有时间的时候带公婆来这里玩，带他们去吃海鲜。两只螃蟹100块钱，然后反正价格也不贵嘛，对吧？就螃蟹最贵的，螃蟹一只50块钱的，哦，200块钱左右的。那么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